者壮士携台北报道，甚受游人青睐的公主游轮日前星光闪耀，在好莱坞星光大道游民及星形纪念牌位与好莱坞大道的杜比剧院主要入口前，公主游轮总裁真之船影集播出后受好评，影集一连直播十季，至1987年结束，曾多次创下美国黄金时段电视节目收视纪录。日前公主游轮在好莱坞星光大道游民及星形纪念牌位与好莱坞大道的杜比剧院主要入口前，民众也可回味此经典影集。爱之船影集多位重要角色演员在暌违多年后也难得再次聚首好莱坞，如饰演船长斯塔宾的贾文，近千莫游客的知名景点公主游轮总裁真史瓦茨 Jennifer Walls 站立着与影集爱之船原班主演相逢好莱坞星光大道天星，公主游轮提供公主游轮及爱之船原班主演获颁好莱坞星光大道纪念牌，表扬他们对电视史的贡献及对保存星光大道的支持。公主游轮提供